圣人，其实圣人真的很少了哈。基本上我从来不想当圣人，我觉得当圣人啊，伟人都好可怜。这种光环如果在你身上，你连做个坏事都不行。然后觉得说，如果你得了一个什么好人好事奖，那也就完蛋了。下次有人跟你借钱，你不借他就骂你，你不是得好人好事奖吗？咦，你怎么突然就翻脸无情？哇、哦，实在是得好人好事奖，不见得要借你钱或给你钱啊！你是什么东西啊？搞不好没那鱼肉乡民的坏蛋，我干嘛借你钱？你说你可怜，大家都说他可怜，那我怎么知道你是真可怜假可怜？所以当圣人有时候会有包袱，所以我都说我要当小人，当小人多好。你每次骂我的时候说，我本来说我就是小人啊，你要骂我小人，不要我小人，我们不是大人物。因为人生在世啊，有时候人不染风尘啊，风尘自染人啊。人在社会上怎么可能不沾点灰尘呢？虽然你不想沾，它也会飞过来依附在你的身上。那你说你要看开，不是那么容易的，真的。很多人学心理学、学佛、学舞蹈、学什么，每次都要叫人家看开。我都觉得讲别人都好容易啊。哪天你真的自己遇到那件事的时候，叫你看开，你就是看不开。啊，如果什么事情都看得开，基本上你也不是一个人了，因为你不正常。对，生老病死你怎么可能看得开？那你这个人就是不正常。没有感情的基本上就不算人的了，没有意义。字都一再重复啊，现在已经写到第十几页，十七页了，哎呀，到二十八页，哇，过半了，真是令人高兴。善者无，哇，这样的善还真多嘞。善者，善者，粗粗细细，大部分都是短横粗啊，长横细啊，竖画粗啊，直画细，竖画粗，横画长横细细的。他的口都，我都觉得他的口方、扁，然后大。这不是抓间隔，写横竖画多的时候就是间隔距离。间隔距离抓准了，你的结构，就好一半了。剩下是位置的问题。距离准不是绝对的哦，距离准你要看位置对不对、啊、你把距离很准，那歪一边那也没用。
意这是间隔距离，写这个就是间隔距离。哇，那这个下面的口写的超宽的，不过倒没有关系，因为它本来在下面的口就可以比较宽了。